为了魔王的荣耀，朋友，为了联盟。怎么啦？接受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再见。 你好，一路平安。目前为止一切顺利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向我汇报状况。乌瑞恩国王与舰队已在几个小时前抵达。凡事小心。根据报告，战况非常激烈。好几个小时了，连只海鸥都看不到。空气中充斥着邪恶，我们正朝向源头前进。
正前方有联盟战舰，朝滩头前进。大家稳住，在情势好转之前，只会越来越糟。圣光啊，那是什么？看来是某种强大的魔化能量源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舰队抵达，来得正好，我们一直无法突破他们的阵线，现在有胜算。吉恩，就是现在，联盟军队迎向胜利的道路只有一条，就是从那群恶魔里杀出一条血路。炮手，火力掩护我们，全军听命，冲啊！别让他们到尖塔去。建筑是依靠水晶才能定标在这空间，我敢说，只要摧毁水晶，建筑就会崩塌。希望你是对，我撑不下去了。成功了，解决一个，剩两个。杀死他们！离得太远了，需要目标，我需要最后的目标。我们就拿下海岸了。你这是自找死路。我被击中了，都变得好。先找到目标。燃烧军团，哈，很好，主人会为你们的灵魂奖励我。终于，你也该闭嘴了。就是现在，全力攻击他们的指挥官。你们的灵魂会成为灵魂熔炉的燃料。你妈应该把你气死的。一次又一次，燃烧军团会粉碎你们！烈日火，我先找到目标，会小心，是烈日火来的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有点烧伤，但还活着。我们损失了许多精锐部队。晚点再来哀悼，我们得在更多恶魔出现之前离开。同意。瓦里安的部队应该就降落在这座山丘附近，希望他们会幸运一点。我从没看过恶魔增加得这么快。我也没有。燃烧军团变得不一样了，
这不是我们之前面对过的燃烧军团。我们走。伤者，我们不能停在这里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切都发生得好快，我们从滩头进攻，突然砰一声，魔化能量到处喷发，然后这些建筑物就长了出来，满满全是恶魔。照这个情况看来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些恶魔赶回去。见一个杀一个，联盟跟我来，不要手下留情。发生什么事？提里奥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们瞬间出现，到处都是魔焰。保留你的体力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找找看有没有生还者，能救越多越好。
里奥被俘虏了。他们撤退了，我隐隐觉得这场战斗还没结束。瓦里安，我找到他了，你看另一边，提里奥。全军跟上珍娜。提里奥，古尔丹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别过来，是陷阱，圣光会保护我。你这蠢货，这里是神的殿堂，可悲的圣光在这里帮不了你。你的朋友们来得正好。可以亲眼看着你死。杀了他。圣光会啊啊伏地。这一步牺牲了这么多，却只能看着你们的勇士一个个倒下。杀光他们，尝尝恐惧的滋味。联盟，稳住阵脚，他来了。Let's go.
瑞恩。攻击要害！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挡住诱惑。没时间说笑了，吴瑞恩，我们得在古尔丹再次召唤出那鬼东西前阻止他。各位，越过峡谷。我们会拿下山脊，然后掩护你们。希瓦纳斯，谢谢你。祝你好运，瓦里安。你也是。古尔丹，你无处可逃了，束手就擒吧，我会给你个痛快。逃？说的没错，人类，谁都逃不出主人的掌握。现在，见识萨克拉斯大人真正的力量吧。坚守岗位，不管来几波，都要击溃敌军。冲啊！古尔丹，我们绝不会输给你。艾泽拉斯联军今天会获得胜利。少说废话，吴瑞恩，快杀了他！吴瑞恩。我看见你这可悲世界的毁灭，你们会像其他世界一样在魔焰中死去，燃烧军团永无止境。关掉目标，不论你派出多少恶魔，我们一样会杀了你。我们重返此地，征服这个卑微的世界，然后把它烧成灰烬。知道了吗，人类？世界的命运已定，没有人能阻止燃烧军团。你的末日。到了，胜利属于我们，坚持到底。维卡托克，我们速战速决，召集炮艇。早就下令了，现在正在重新调整队形的方向。吉恩，吉恩，陛下。向前推进，叫步行者的手下对付空中的敌人。不，他不会。我就知道不能相信他。我们就赢不了了，赶快撤退！叫所有人都回炮艇！所有人，撤退！
把这个给我儿子。已经受到够多的苦难，如果我能再多背负一些他们的重担就好了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我就是爱做东西。
伊露温的光芒会揭露所有的真相。有时候我们必须为自己的信念而战。我必须保护大自然，大自然与你同在。铁炉堡，这就来帮忙了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暴风城感激你为联盟所做的一切，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我这就是为了毁灭燃烧军团。燃烧军团去死吧！你难道我需要再靠近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圣光会带来胜利，暴风城永远欢迎你。燃烧军团，达拉然遭受攻击了，英雄！燃烧军团想把我们从空中击落，到逆风小径上方的达拉然找我。我有个计划，一个可怕、危险的计划，但至少是个计划。绝对不能向燃烧军团屈服。Thank you.
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再见，我。艾泽拉斯的子民呐、啊！今天我们一定会扭转战局。今天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家园给夺回来。今天我们一定会把燃烧军团赶回他们的地狱。我们的目标很明确。创世之柱正等着我们，往破碎群岛出发。需要帮忙吗？务必小心。桑啊，我有重要的讯息。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